感情，我相信你心。牙口串来了。嗨，今天星期几，可不可以见到你，让心跳继续一百亿，砰砰砰闹心。还没有起，没看到我发的信息，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想你？恋爱在流星，真的是要成这样的？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别动你。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。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……小学现在都背这个了？初中的，他在我书架上翻到，看完喜欢就背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能提高阅读量，以后也能用得着。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书架上就什么类型的书我都读。我六岁就读完了四大名著。我最喜欢的是《西游记》和《三国》。过去好多书都是繁体字，就这样无师自通。字看得懂，内容呢？说实话，不太看得懂。但是七岁那年，我又再看了一遍，好一点。后来慢慢慢慢的，我就多读了几遍，就全看懂了。学习好，还是有理由的。哎呀，过去过去。我们看个电影呗。你点，我播。第二个，就连月亮都被叫醒，流星都会停。情歌在流星，我唱给你听。我们要慢慢培养感情，我相信你心。恋爱在流星，你还要静静，就连月亮都被叫醒，流星都会停。情歌在流星，我唱给你听。我们要慢慢培养感情，